谢谢啊，咱们说的人应该只是重名，但年龄不相符。 不好意思啊，哎，来了，来坐。陆总说的请客吃饭就是这样啊？对啊，正好有个客人要招待，就一起请了。你不会是不想看到我们吧？ 早知道是这样的饭局，我就不来蹭饭了。嗨，人马上到了，来，你坐我旁边。好。对了，高琴，嗯，一会儿江总来了之后，坐这儿，你可得好好招待。没问题，江总。对啊，今天陆总设宴就是为了招待一城科技的江总，你不会不知道吧？不好意思啊，我来晚了。嗨。 江总来了，江总，现在才来啊？这贵宾都得压轴出场，对吧？哎，是不是找你老婆去了？哦，我介绍一下啊，这是我们公司的网管陆离，也是我们俩的小师妹。 江总你好，怎么，你俩认识？不认识。我们，行，来，欢迎江总的到来。欢迎。 江总也是我们自己人啊，没什么不好意思的，吃，吃慢点。陆小姐既然是星海大学毕业的，怎么想到来重庆了？我喜欢重庆这个城市。计算机专业的高材生，在影视公司做网管会不会太屈才了？怎不做个程序员呢？这是我的私事儿，不想回答。 江总，我还没有敬您呢。咱们都是自己人，俗就免了吧。那我就代表我个人，向敬有才有颜的江先生喝一杯，可以吗？哎，美女敬酒，这杯你要是不喝的话，可就太不绅士了。那我干了，您随意。 今天三个校友好不容易碰到了一起，小师妹，是不是得敬你师哥一杯？陆总，我不喝酒。你是不能喝，还是不想和江总喝啊？这么耍大牌不好吧？我今天确实不方便喝酒，如果江总不介意的话，我用果汁代酒可以吗？陆离，你太不懂规矩了。 我不介意。小师妹不跟你喝，只能说明你没我有面子。来，小师妹，照咱俩这关系，怎么得喝一杯吧？嗯，景文，我替她喝。 干了！我终于知道你为什么不喝酒，原来是个酒闹。老婆，我终于找到你了。
抱抱。哎，你看清楚再抱行不行？我不是你老婆。是你。我错了，你原谅我好不好？站住！拿开你的咸猪手！不，太恶心了！起开！那你不许推开我错了，原谅我。陆离，我求你了，你开快点，我受不了了。好，宝。他刚才喝了那么多酒。会不会？我替他好。老婆，终于找到你了。我错了，原谅我好不好？在这儿啊！你以为我想跟你睡啊？我才是被睡那个，好不好？一生清白都被你毁了。陆离呢？端在他自己家，难不成你想让人小姑娘伺候你不成？有我贴身伺候你，就已经是你这一生至高无上的荣耀。